大圣，你看，这是我们抢来的上好装备。接下来咱们攻打哪个村镇啊？村镇，我们要再闹天宫啊！闹天宫！大圣啊，这攻打天庭一事非同小可，您斟酌斟酌。不用斟酌了。这事儿没得商量。齐天大圣的大旗插在天宫上，我们永远都会被人看不起。大圣啊，您莫生气啊。那您看啊，我们现在丰衣足食了，也不受人欺负了。如此时候，是触怒天威，这着实。大圣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喜欢那棒子吗？给你呀、求求你们了，谁来杀了我吧！
不愧是一代妖王，杀死自己的人毫不在意啊。妖猴孙悟空狂性大发，一日之间途径花果山妖众，如此怕是整个妖界都容不下你了。求求你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。没错，就是这个表情，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身败名裂，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齐天大圣，我看连丧家之犬都不如。这定海神针本是我龙族的至宝，物归原主了，我就用它来送你上路，来世希望你可以本本分分做个畜生。殿下追吧。不必了，孙悟空现在与死人无异，本宫随时可以取他的性命。回宫。他娘的，欺人太甚！这些年他们压迫咱们的同族，压迫的很少吗？不行，夫人，要不你先回去，我去干。算了。中计了，龙族那小子不知道哪儿来的一件秘宝，此法器名叫御魂，能够操纵这个天地之间所有的妖仙，凶险异常。报仇，报仇！报什么仇？你究竟要害死多少人才能善罢甘休啊？当初你大闹龙宫，戏弄龙王，夺了龙族至宝定海神针，那个时候就已经种下了祸患，然后你又大闹天宫，万仙共愤，使得仙界一直牵连于整个妖族，而这一切只是为了你的个人私欲，完全没有考虑过你身边兄弟们的生死。你说的对，都是我害的。事到如今，别去想你失去了什么，想想还有什么事是你能做的吧。